靖王，您不该拒绝誉王的指令啊！若不是王妃机敏为您断后，您怕是真的要尽失人心了。那棵树是我跟他的初始之地，为何誉王连这个都不放过？哎，如此儿女情长，如何谋图大业呀？你有烦心事？ 小事罢了，是北疆的事吧？不若你跟我说说，或许我能想到办法替你分忧。北疆乱军已经攻破七座城池，俘虏百姓40余万，能力敌北疆的景王却不愿出战，谨言可解我之忧。 靖王，属下如果是劝本王的话，就不必说了，不想听。属下只是觉得，您既然为了锦言姑娘连兵符都丢了，那还何必如此小心翼翼啊？大张旗鼓一些，兴许别有洞天呢。大张旗鼓！啊，誉王，来人，沐浴更衣。誉王，这是我的御房。 凝视这双眼眉梢，是我遗忘的心跳，与你相逢当风华正好。满目思念为谁要，深锁于心在难逃，为你魂牵梦绕。